双，火眼金睛一条，虎皮腰裙一根，如意金榜一篇，忠心耿耿。啊，美欧王孙大圣。取经一片师徒深情，一眼识破真伪，一心扫除妖精。啊，美猴王孙大圣。闯入妖洞去救师父，正因势单力薄战败而逃。八戒前往花果山请师兄相助，悟空怕八戒走漏风声推脱不去，八戒一气之下决心舍死与妖怪相拼。孙悟空单身下山，小施妙计混入金湖洞内，骗得老妖乘着轿子朝白骨洞赴宴而去。师弟，今天不知谁个运气好，先下锅啊！你是哥，我是弟，理应你在先。嗨，可惜大师兄不在，原来应该是猴头第一个，难怪他不肯来。来来来来，肚子饿了吧？歇歇再走啊！哈哈，来。拿吧，吃吧。好香啊！不得了了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往哪里逃？
无尾巴。嗯嗯嗯，尾巴。哎，尾巴。阿弥陀佛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抢我的。哟，这什么玩意儿，夫人？这个没出息的猪八戒把庄稼人的玩意儿也拿来当武器。你懂个屁，要是还给俺老猪，我在你头上猪几个洞。这猪八戒最可恶，先拿他开刀下锅。到，太夫人驾到。太夫人，孩儿拜见。罢了罢了，我儿起来。二哥，死到临头你还笑得出来，这怕是死不成了。怎么，你看那老妖好生面熟，你怎么认识？你仔细看来。昨天拿得东土唐僧，好好，请母亲来现现身，好正与母亲吃了，延年益寿。难得我儿一片孝心，听说还抓了个猪八戒，那厢便是。哦，这耳朵肉厚好吃，为娘最喜欢。只怕你没口福，啃不动。这嘴最爱说坏话。我不说便罢，说出来就你玩不成。只怕这大肚子里尽是一包草。别看老猪草包，也有细心的地方。太夫人面前不得无礼。这便是唐僧吧？正是。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怎么不在呀？那猴头是不会来的了。这是为何？母亲问他便知。你的大徒弟呢？被我赶走了。却是为何呀？因为他一日之内连伤三条人命，犯了佛门戒律。女儿为何发笑？这是女儿略施手段，三次变化人形，叫他们师徒分离。我女儿秀的这般好本领，为娘倒要见识见识。对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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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母亲上座，带女儿便来。Thank you.
呸！师傅，快随我去，快随我去吧！妈妈。纵图行凶，还行什么善，屈什么敬？你行什么善，屈什么敬？师父，你还我妈妈，你还我妈妈！你纵图行凶，还行什么善，屈什么敬？你说。没有听你的话，是，是母亲，你怎么了？女儿本领果然不同寻常，为娘心里十分喜欢。今天为娘高兴，也便一个你们瞧瞧如何？母亲肯赏脸，再好没有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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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那老娘可就献丑了。变啊！女儿，你看为娘变得可像齐天大圣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变得太像了，女儿还以为是真的呢。你们笑什么啊？
亲戏弄于我，你若再穷追，我就把你师父摔死。你有多少手段你就使出来吧，嘿嘿，俺老孙绝不饶你。嘿，变！啊，阿弥陀佛，师父啊。师父莫怕，你却在这里稍等，徒儿去去就来。哎，就是白骨夫人啊，师父，你看如何处置？徒儿啊，这回师父听你的了。好，师兄，师弟，妖怪已除，妖洞也烧了。贤徒，亏了你也，亏了你也。别说，只要你不念那紧箍咒就行了啊。师父，请上马吧，请。
一双火眼金睛，一条虎皮腰裙，一根如意金棒，一片忠心耿耿。啊，美猴王孙大圣。一片石破深情，一眼石破真伪，一心烧出妖精。啊，美猴王孙大圣。